每个人一定都有什么地方跟其他人不一样啊。如果每个人都一样，那这世界不是很无聊吗？哥，那你的，你跟其他人哪里不一样？我，像我这种又帅又聪明的人，真的不多啊，对不对？对啦。有些人还特别不一样哦，像在南京啊，就一个女的，她喜欢吃石头。吃石头？对啊，她每餐都要吃好几碗，而且十几年来啊，她已经把她家前面的山吃成盆地了耶。还有个地方叫做马康多，那怪人超多的。有个怪啊？有一个女的啊，她每次伤心的时候，就跑到花园里面去吃泥土。哟，吃泥土啊？对啊。还有一个啊，跟你一样，是全村最漂亮的女生。哎呦！有一天她在晒床单的时候啊，忽然吹了一阵好强的风哦。结果他就被床单拉起来飞走了，然后他们就一起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，最后就消失不见了。不见了。嗯。我消失了，你会哭吗？会啊。那你要不要去吃泥土？才不要嘞！嘿、hey, ，林小龟，刀刃棒什么颜色啊？那 Hello Kitty 呢？它色盲看不到啊。那我的鞋子是什么颜色？大便色。什么、啊？这样就有颜色了。来，统统都给你。戴那墨镜干嘛？妈说我现在就可以看到颜色啦。那你看到了吗？看到啦。那我是什么色？大便色。你那么黑，你才是大便吧？才怪、欸！走啦，上车。走。走，去吃冰喽。走啊，走啊！我要请你吃大便冰，好不好？嗯。那我要吃这个，加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个好了，快一点啦、啊！哎、欸，我就要请你吃三种冰哦。
人家要五种啊，那人家要吃布丁，然后要吃这个粉圆，嗯，然后再吃巧克力好了，嗯，然后再加这个雷米。哎，只有选三种冰哎，我们要请吃五种冰。Hello， 快一点啊，你很啰嗦。I want one ice， 然后one ice。Can you speak English？I need help. Hi. I can speak a little bit English. Oh, really? I'm Mori from Japan. 日本. Oh, Japan. I am Mori Kenichi.森健一。哦，森贤一。森。哦。Why are you here? I travel. Travel everywhere. 哇。Hi。哥，他说什么？他在到处旅行啊。他一个人啊。You alone? Yeah. So. Can't find a good company. 哦。I'm an architecture student. I heard there is a special church. Looks like a temple. Do you know that? Here, final dinner. Wow, what is this?すげえな。Last supper. There is a secret here, even bigger than the Da Vinci Code. This church was built 50 years ago. 50 years? Mm. This is the most special church I ever seen. There are many paintings about.Christian story. Yeah. But draw in Chinese style. Oh, there are a lot of painting on the wall. But like the St. Peter's Church.莫妮格要住我们学校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啦？他说这样才可以省钱啊，才可以去更多地方旅行。可他一个人住在学校不会怕哦？你不要闹鬼，像我们同学才看到鬼而已呢。那你厕所里面